讲草埔啦，我讲北部叫公草堆啦。哦，你来南部拢讲草埔。细心介绍油画作品，台湾乡土画家林荣精选代表作，大年初一在剥皮寮展出。像我们回忆的小时候儿时的那种哈景色，很写实，而且大师的画真的好美。我是农村乡下长大的，因为外婆那时候。小时候很喜欢去外婆家玩，因为乡下养一些鸡鸭鹅火鸡嘛，想起小时候的生活。每一幅画都能勾起妈妈们小时候的记忆。58岁的林荣拥有30多年绘画经历，作品元素包含富含历史性的土角厝、采茶赋、渔村景象、田园风光等。事实上，台湾好山好水啦，好的地方很多，美的地方也很多。那对我们画画的人来讲，就是我都到处去取景。那我都会去找这个乡村的，就代表台湾的一些环境的。用双脚从南走到北，用画笔与颜料记录台湾最真实的温度与故事。作品更横跨太平洋，让世界看到台湾之美。用我们的画笔记录我们的心情，然后借由展览分享跟推广给更多的民众来参与。我们台湾的曾经的故事。新的一年，林荣期许自己要用生命与画笔，让台湾持续在国际上发光发热。民视新闻陈嘉伦、严文谦台北报道。我没有带着。